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都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我的频道是免费的，都分享给一些喜欢学英文的朋友，记得按钟仔啊。东方报业集团男记者在2017年6月4号正常采访工作期间，远距离拍摄黎智英，遭到他用不友善的目光望住。记者完成拍摄之后，黎智英突然催前用粗口指骂邱阳燕：我实找人搞你，我已经拍了你相，令到记者心理受创，需要向精神科医生求助。精神科医生在庭上表示，那名记者在事发之后三度向他求诊，期间透露担心遭到黎智英的袭击。医生诊断那名记者患上抑郁心境适应障碍，病症都不轻的，有可能会令到病人自杀。如果黎智英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禁两年同埋罚款港币2000元。在2020年9月3号法庭裁定黎智英刑事恐吓罪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裁判的时候表示，不接纳该名记者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证人，因为他在上庭的时候多次回避问题，而且面带微笑，事后亦都继续工作，包括近距离拍摄被告。不相信真是害怕的人会这样，亦都不能够确定医生诊断的病况是否同今次事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我们看看今天要学的英文词汇啊。黎智英跟个记者说：我实找人搞你啊。个记者认为搞他的意思就是对他身体有伤害，譬如袭击他之类啦。但黎智英在自辩的时候说，搞他的意思是找律师、报警和申请禁制令。在英文翻译商方面，如果我们想保留这个隐晦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说， I will find someone to mess with you。 搞一个人就是 mess with， 究竟怎样搞就视乎情况和语气了。被判无罪的英文是什么呢？大家都识 quit 这一个字啦。quit YouTube 咯 ，quit YouTube 咯。quit 是解放弃，我哋在前面加 ac 就是指无罪。英文读作 a quit，a quit。举几个例子俾大家睇下。The judge acquitted him of criminal intimidation。法官裁定佢刑事恐吓无罪。Acquit 是一个动词，跟住一个 object 要加一个 preposition of 才可以加上罪名。我们看多另一个例子，看看它怎样用。 The jury acquitted them of murder。 陪审团认为他们谋杀罪名不成立。 Acquit这个动词都可以用作被动式，譬如 Jimmy Lai was acquitted。 大家看到 acquit 后面都不一定跟住个罪名的，在这个情况就不需要有 of 了。刑事恐吓的英文是 criminal intimidation。 criminalintimidation， 留意 intimidation 这个字入面有 timid 这个形容词，解胆小和很容易害怕。在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如果可以将一些比较长的英文字分拆，不单止串法容易记，意思都变得更加容易了。下边说明文有这篇报道的英文版，可以看多一点，学多一点英文。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订阅、分享、留言支持我，赞好同埋揿钟仔啊！下集再见，拜拜。